你看，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我的，我的是这个。我家大概有五箱这个化妆箱，然后里面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。因为我每天可能要跑两个到三个通告，我可能这边化完了，助理冰场，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所以我的化妆箱需要五个。唇蜜、粉底类、蜜粉、眼线、眼影、睫毛膏、粉饼、遮瑕、粉扑，这个妆前用，让皮肤超光滑，很像丝绸。第二个遮瑕嘞，也算保湿，可是这个就是当然就是比较严重的黑眼圈或痘痘专用的啦，遮瑕度超好，这是神仙水，我俗称它神仙水，紧致毛孔，然后让你比较不会长痘痘，真的很好用。这个也是我艺人每天要用的，它超级保湿。睫毛膏你刷了会爱上，它很好很好刷，因为它的刷头很密，所以它很容易卡住睫毛，而且它很轻。这个眼影超好用，你们看颜色多适合东方人啊，大地色，什么都有，雾面也有，亮面也有。再来就是腮红啦，这个也超好用，因为它有深跟浅，它可以有一个可以打亮的，所以你可以混合着用。噔噔，可以瘦脸，可以紧致，可以消水肿，而且超舒服的。这些呢都是我很重要很重要，我非得化妆的时候都要用到的东西。如果没有这些东西，我可能会被女明星打枪。